啥是公平呢？我们是公平。进公平房看。那我们要先找钥匙，那个贡品存放处有一把钥匙被藏起来了。钥匙在哪呢？觉不觉得这种东西有可能是专门拿来给我开锁？就教我们如何撬锁。我觉得就是，我好像已经把它顶开。好了好了，开锁了。好了，开了，开了，棒！帮你。这是不是一拉就可以了？啊，哦，推啊！里边能看见啥吗？那钥匙在里头呢。哎，那这个怎么开啊？没有，它就是给你一条缝。对，让你够东西出来。啊，在那儿。秘诀。那钥匙在那儿。是不是要够出来啊？拿东西往外够，够出来。行了，知道了，来吧。我弄不动它，慢慢摇。哎呦！有个人是吧？我看到了。那也没必要这么帅吧？就是被吓得这么跑完这么快。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然后怎么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一个女鬼伸了个头出来。有个人摸手了是吧？哦。我已经被吓累了。你看哪？我在很专心的帮你顶着门往前看。然后就跟他对射了，是不是？然后你就……我没看见，就看见一个手啪。我跟他对射了，他那假发贼假。他假发贼假，但他还是吓到我了。我来试一下。我再拿手给他挣过来吧。可以，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环节就是为国伟设置的。拿刀吗？哇塞，厉害厉害！来，进门。天花板上的这个洞是不是得堵上了？你是担心他们从天花板爬上去吗？不可能的，先把他拖出去。哎呦，那可不能从天花板爬。行了，好了，咱们走了。所以说这咋回事呢？
小安的作业本。他说皮皮是他最好的朋友，然后他们有一个交换日记，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小秘密，谁写完就会藏在教室楼上隔壁的阅览室里，所以我们就是要上去。嗯。皮皮，小安，我们要上楼上隔壁的阅览室，但我们现在研究怎么出去吧。对，垫桌子直接往上爬，垫桌子上去啊。对啊，真爬呀。对啊，来冲，这不肯定是吗？对啊。哎，只有那一个人搬，那这够不着啊，这也上不去啊。抬他上去呢，来一个人，来一起上，咱一个人抬他上去的。你那啥，你上去，然后我拖着你，对，抬他，扶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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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来一个人，我扶着。啊！我上来了，我上来了。上面有梯子吗，兄弟？肯定有吧。有梯子，有梯子。我就说嘛。来来来来来，小心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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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住了吗？接住了，接住了。怎么办？我们先把门锁上，他们绝对是出不去的。那天花板上的这个洞，怕是得给它堵上了。你是担心他们从这天花板跑出去？不可能的，先把他拖出去。好。哇塞，我们要走天花板了，对吧？哇，密道，密道，肯定是晚上走，他都说了从天花板逃走，真是往上走，对对对，没梯子呀，就是桌子呀，肯定就用桌子了呗，直接啊，肯定，可以可以可以，应该是对搭，没有几个搭。不行，不是。哎，这有个那啥，笔记。笔记。哇，他跟小安的照片。我的好朋友，皮皮是我在天使学院最好的朋友。他人如其名，有点调皮，有点淘气。他总是喜欢做一些冒险的举动，比如站在卷起来的地毯上，修教室的灯。我和他。有一本交换日记，上面记录了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谁写完了就把它藏在教室楼上隔壁的阅览室里，然后去让对方找，这是属于我们的交流方式，愿我们的友谊长存。它这上面就是有一个楼上隔壁的阅览室，然后有一个小秘密，然后谁写完了藏上去，其实就是藏上去的东西，卷起来。比如站在卷起来的地毯上，修教室的灯，卷地毯，哦，不是，我知道了，这样卷起来要立着然后上去，卷起来的肯定够结实，它够结实之后人就可以站在上，对，然后立着上去。这咋能上呢？凳子可以，凳这个可以啊。我的妈，试一下吗？啊，那个能吗？这个也不够，把这垫在椅子底下就行了。哦，这个可以啊，这个最起码是一个。
来，你搅起来。你是不是往这儿放点比较好？扒那儿。想扒这个。那边是有能踩的，那边是有能抓的，能踩的。地毯铺好地毯，那下面应该是。准备好了吗？好。小贾，我厉害，小贾。铺好地毯，去铺好地毯，铺好地毯。我这个。可以，他是因为年轻。对，年轻年轻。哎呀！让一下，朋友们。啊，可以可以可以，走。得降降降降降，可以吗？好，可以。不，那我松手了。可以可以可以。我看我们先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死角，这个地方好像是个盲区，哎，就是它那个箱子对吧？红色这个地方是个盲区，躲在两个箱子中间是看不见的，因为那颗眼球是左右转的，它不会拍到正下方，就是这颗眼球。对，那个是这颗。我们不给他们标号吗？一，这个是一号眼球，二号眼球，三号眼球，四号眼球。来嘛，标号嘛，一二三四，一号就是这个嘛。哎，我们要不要画一下他的这个视线范围？放一下，画一下，我看一下他们是哪个先动啊？如果在这个就是二号先动，二号先拍，二号先出，就是抬头的时候。二号先出，然后是一号，然后是四号。我们先跑到二号和一号下面是吗？这儿。二号，我们先从这儿到这儿，是吗？不，第一步，不行不行，直接到三号，直接到三号吗？因为你到这儿的话，三号可以看到你，三号是左右摇的啊。那就是三号，我们上出去的时候，应该是二号在朝上，三号在朝这边。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只需要看两段，二号到顶的时候开始跑，然后我们直接到三，这一段里面一二三三个镜头不会拍到你。四在最后到的时候不会拍到你。然后开始跑。后面那次跑得这边人喊才行。是说这儿喊外面能听到，就在那儿没有打开门喊吗？我觉得就这样吧，那先让一个人跑一下试一下，跑一下试一下嘛。石凯，你来吧，我直接到三号箱子，对不对？听清楚我们指令。等一下，我们找一个他尽快出关时，等一下，准备。漏了，这个漏了一个角。失败了吗？等一下，我帮你看。等一下，你听我的口令。来，三、二、一，跑。
拍到了。哎呀，泡坏了。我被电了。那他已经过去了呀。哦，他过去了，不管他了。那我们重置咱们这个危险警告的次数。哦，我懂了。不对呀，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人，只要最后一个人能过就行了。前面都是前面就撒开了跑了，我们在这去忙起死拍。只有一个人，我都没看懂从哪跑。我被电了。大家有人听我说话吗？喂，黄子，啊，对啊，可以拍，就可以按按钮的方式取消警报。如果被拍到超过两次，你们就赶紧回来拍下这个紧急解锁按钮，重置咱们这个危险警告的次数。现在，我们需要一位勇士。谁最有把握靠自己的力量能够一次通过？我感觉队长应该行。那这样吧，你等我模拟一次，看能不能只被拍到一次。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到时候做一个跑就保安这个，好吧？行，那试一下，还刚才的方法试一下。好，试一下啊！到底我给你口令啊。别太快，第一下别太快。Let's go！ 走。这下应该拍不到，第一下。哦，厉害！黄子，哎，等会儿，黄子。哦，可以。跑！黄子，哦，可以。必中一次。刚才我们的那个时机就是按我们算的，但是跑不过去。第一次没被拍到，所以第一次避免就好。第一次慢一点，你知道了吧？不知道。不知道。你试一下摆烂走法。摆烂吗？对。让我疼死吧。不会，大家都会疼一次，至少疼一次。哎，我说开始你再跑，好吧？好，等一下啊，准备啊，准备，妹妹。开始贴着左边，然后第二次贴着右边。走。他跑快了吗？哎，没有。我好了。哎，他四号是不是没拍到他？四号没拍到，但三号就全程都在监控。那所以就是直接一口气穿过去，四号拍不到，献祭三号，等都不用等。他怎么还在那儿啊？哎，别在那儿看啊！非要看，为什么？因为就是看到你了。谁来？我走吧。是可以直接过去是吧？相当于是。对，你只要保证第一段不被拍到。哦。等一下，胡老师，看一下能不能绝缘，能不能？哎，你有道理。对不对？他是通过这个金属传感器来的，对不对？你直接没事。差不多，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对不对？走吧。我要停一次吗？还是直接走？
你直接走也行，他反正都要被拍到。直接走吧，好吧，那我直接走。准备好了吗？好。好，走吧，走吧。好。没事哈，你看我也在弄，你看从单弄的直啊。他们整绝缘这一套了。那你先吧，我先。好吗？准备啊。好，好吧，好吧，好吧。没用啊，职业疼吗？哎呀，我也可以走啊。被拍到的话会触发警报，如果拍到两次以上的话，你们就必须回到房间来按这个紧急解锁按钮。各位，是要拍到脸还是要拍到手？只要你们戴着手环拍到你们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哦，隐形就是要我有没有绿布，哎，我然后我们后期 P。 对，哎，对，你这个今天正好穿的是绿的，进来。我们可以后期，这就看不见了吧？各位，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迅速从这里离开，好吗？好，我去那边帮你们把风，你们抓紧时间。现在怎么走？他必须得是这角度的时候你，哎，可是怎么能都能看？他怎么样都能被拍到啊？先，要不咱们先走一圈试试呗？没事，你们先去，我在这等你们。你们要触动了报警，我就发。但我们得先分清哪个是哪个，哪个。对啊。哦，在这，在这，有地图。现在在这，咱们现在在这儿吧。对。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哪里啊？这是后边，看一眼啊，那个图呢？这条路。哦，它是这条路。那怎么过呢？怎么过？得过且过呗，那怎么办呀？得过且过。他有往上的时候，你看到往上的时候可以过。啊、那我们在外边怎么知道？其实挺很久。他那里中间有个箱子，箱子可以躲一次，就是得到箱子这里等一下嘛，就站在眼球底下，他有个那个视野盲区嘛，视野盲区就那个眼球的视野盲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可以等他一上去了之后，你可以一次性跑到那个箱子中间。一定要快，跑到箱子里面。然后呢？然后等这个东西到左边，这个又上去的时候，再跑第二趟。是不是得有一个人在外面里应外合？我们在这喊。对对对，过。跑。跑。
这个活可以啊，就是嚷嚷嘛。那最后一个怎么办呢？你是最后一个，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李凯今天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跑去试试，注意安全啊。不行，根本不行，不行，一直电，一直电，你不跑回来是一直电。就是第二个那个怎么过？这里能躲，跑过来这里躲一下，再跑过来这里躲一下。我先走一步，加油，鹏鹏。然后我给你看一眼，等他往上扫描的时候你就跑。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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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现在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走啊！我一定要留好余地。没有事，你就走啊！哎，我回来的时候，你们不会关门把我关在那里电我吧？不可能，对吧？开气就起了。好，你们别别，我怕误伤你们。你们先看好这个。不，你先看那个眼睛，他往上扫的时候再走。哦，快走吧！不行不行，他们说有黑格子。鹏鹏，哎，两年过去了，还没走吗？这么想家吗？不是，我是怕就是伤到你们，我的气功余波。鹏鹏，准备了，准备了，鹏鹏，准备了，准备。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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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好。哇哇哇哇哇！啊！妈呀！哎，鹏鹏，你过去了吗？没有，我在这个叫什么？我也没法写。他在中间这儿呢，他在中间这儿呢，他现在不知道怎么走。现在还垫着了吗？没垫着呢，我现在在看眼球。你们下次看到那个。我上面的这个眼球往左转，前面的那个眼球在上面的时候喊我，走走走走走，不是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不是？准备啊准备，就现在就现在。我已经走了。哎，跑不着。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妈呀！你们谁跑？我给你们喊一次，我已经深刻理解了。我最后一个就行了。那你指导吧，你已经理解了就指导一下。你指导就行了。OK OK， 好好好好。你们拿一个木，反正总得做，别做小实验了。你现在都快成手工艺人了，咱们还是得跑。我很怂的。我给你拿个木箱、木纸，你把它垫，然后没有用啊，起码垫一垫安全感嘛，对不对？现在还垫我们？我不相信。哎呀，对不对？哎，这应该没事了。不是你们还没走吗？哎，我感觉我头发都被垫起来了。好，大老师准备准备。好，没关系啊，大老师，等一下，鹏鹏，哎，你第二道是怎么过的？就是最后这个眼球走到最上面的时候，现在就可以冲，还没有啊！
过。马老板，哎呦哎呦喂，下一个，下一个。小姐，小姐，我靠你了。好，好，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小姐啊，慢点。走。还行。谁呀？徐凯，我们听叫的声音分辨出。这个笑声层次很多。糟了，骗我。我这眼球要不要这么恐怖啊？走！等一下，没做好准备。准备了，开始准备，准备。行了，我出汗了。你先上。不行，那靠你了。你看你那个眼。没那么痛，哎，他是要往上面照的，往上照你就跑。哦，太棒了，你这个都没有响，完美，我告诉你，完美 perfect。然后嘞，可以啊，哎，国伟，你直接跑了得了，你一步顶我们那么多步。练一次今天就过来得了，来，这个天亮的我走第一个。可以，你交给我。海哥，你注意躲在他的死角里面。各位，你们可以先尝试一下，毕竟时间紧迫。我先去替你们把风。好，走。我们就跟在他后面嘛，跟着他走啊。兄弟们，不是，等一下，老铁，快我，等一下，我把衣服。走，快走！老铁，怎么还有人扒衣服的呀？他来了，老铁。他看不见。眼前的黑衣不是黑衣。你说的白是什么？他看不见，他被我制裁了。进去啊，老铁。走。你们要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拍到。到时候如果被拍到超过5次，所有的门都会关起来。不是你这样，我们不是没镜头了吗？过来。
老铁，你别拍我了，老铁，我求你了。啊啊！不是为啥呀？啊啊！不是。啊！老铁，疼死我了！啊！哎！啊！啊！开门啊！开门啊！家人，开门！开门啊！怎么开门？怎么还加速啊？开门，找钥匙。石凯，石凯啊，回去按按钮。可以啊，你拿着这个是不是可以过去啊？那还有一个，那还有一个，那还有一个，那还有一个。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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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过，就是这么过，都拿过来，都拿过来。对的，这个标准解法就是这样的。门开了吗？哦，开了，开了，开了。哇哇哇哇！叔叔，开了。走吧，走吧，一起走。来，老人坐，还是老人坐。我看不见呢，我也看不见。鸡妈妈。门打不开，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妈妈！啊啊啊！他在下面呢啊！还得往回跑啊！还得往回跑啊！拿什么呀？啊！哎喂喂喂喂，兄弟兄弟兄弟，饶命啊兄弟兄弟，饶命兄弟饶命，饶命啊兄弟兄弟饶命，饶命啊兄弟啊啊，饶命啊兄弟啊啊啊！他就是被电成这样的，糊了都已经。咱们先问一下，小贾他们现在怎么着了？门开了吗，贾斯平？他也不是，现在没有人能过去开那个门。我来，我来。哦，他在那儿呢。开了吧？他打不开，没开。哎，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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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就是这样，走吧，走走走走走走。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白雪刚怎么还不在啊？我跟你讲，白雪刚，白雪刚跟比比姐出一个。什么叫出一个？什么意思啊？出一个卧底。我知道是谁，怎么说？但是我只知道好人是谁。你说好人是谁？我是好的。你有病吧？你刚刚说半天你知道好人是谁，然后结果说你是好人，你是好人。今天给我把主刚哥踩死了！我刚才就说了，他即使不是卧底啊，他也能干出卧底的事儿来。电话。喂 ，Hello。喂，我是小迪。哎，小迪你好。我已经想办法把安保部的人暂时调离了公司。他是把安保部的保安们调时被电线给弄回去，然后呢？你们暂时安全了。现在先不要调查了。小迪，你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因为我们公司还有另外一位老员工，那个他要听一遍。啊，你说。嗯，没问题。好的。好好好。他刚刚跟我说，我们要把顺序拍好。他说新员工一定会尽全力会阻拦我们，不让我们逃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排好顺序。他说是两个新员工啊，两个新员工，那就有两个卧底啊。他说新员工一定会，他没说几个。我先说吧，我是侦探。啊？什么？你侦探啊？我有一次查人的机会，我查了小贾，小贾是好人。我想指信小贾。
而且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按这个顺序放完这二十个吗？可以，你们已经算好，那我们就用这个顺序。一共可以进去二十次，嗯，所以每人是三次，然后有两个人多一次。其实这样，就这样，让一定要让一个信任的人最后一个进去，最后一个进去，就算他换了，我们也可以把他换回来。听半天，听半天，你不是那个最信任的人吗？那就让我最后一个进就可以了吗？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为止，二是最后一个，所以我走第二个。好，好吧，好，来了，可以，我第一个，那我走第几个？你走第四个，因为第四个放的是这个厨号。好，戴老师第一，你第二，郭伟第三，我第四，你们俩五六。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好啦，那我去了啊。好，请各位玩家依次进入安全疏散区，按照规则放置发条芯片。第一个是笑脸儿的左边，好，小贾，他有两排，上边十个，下边十个，好，开比比了，那我就放减号吧。前两轮的时候你确实不太好动，因为前期的数字比较少，你只要一动了的话，然后其实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要动的话就是只能在最后一轮然后去稍微动个手脚。放完了，放完了，所以他会出那个吗？对对对，冰箱姐肯定没有放到位置上。我觉得卧底是畅姐，因为大家刚在说数字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那翻牌，比畅姐是把数字看得最紧的。你就是卧底，这跟我们聊什么天儿？哥，歇一歇吧，歇一歇吧。下一个谁？该我了。跟刚才一模一样的，遇到中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了，卧底不会那么快动手的嘛，肯定。对啊，现在剪也太明显了。其实最后的数字越小越好，免得它改成一个除号。其实应该是五四二三二乘一。比如这个放在最后，就算把那个除号除过来，它也只能除到一。对的。该我了，那我去了啊。好。加啊。你去倒是，大家听我这欢呼声啊！如果我是哇呼，然后就对了，我要说哎呦哎，然后就是说明我已经使出了他的浑身绝术。嗯，我哎呦，
天啊，把我传染了吗？川老，我帮你，真的帮你，没问题的，相信我。那就是让我跟大老师走第一个，第二个，然后让国伟走第三个，然后王鹤棣走第四个，你跟白举纲管，你们俩走第五、第六个，最后就是我跟大老师再走一次。你们中已经有两名公司的新员工了。他刚跟我说，我们要把顺序拍好。我听见的是两个新员工。什么两个新员工？我没听见。我有一次查人的机会，我查了小贾，小贾是好人。我现在只信小贾。一定要让一个信任的人最后一个进去。你不是那个性格最信任的人吗？那就让我最后一个进就可以了吗？其实等号前面的那一个数字比较重要嘛，想着说如果我把唯一一个零换了，然后摆到等号前面，那零的那个前面符号是乘的话，如果在一个大括号里面，然后乘以零前面所有的一切，等于都是白做。我。哎呦哎呦！对了，发生了，发生了。要开演了。比比当卧底不容易，这一集你多稳，是不是？是是是。哎呀，我只要把这个括号移到这儿，然后我最后乘个零就变零了呀。这怎么会有个加号啊？这明明应该是数字啊！我自个儿留了一个小心眼儿，就是那个加号。那我去了啊。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前面不管怎么算，人最后是个零，结果一乘以零，不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吗？我进去的时候，零已经有人换了。我就琢磨，如果还剩最后三个了，不能是两个符号合在一起的。我就把那个加号放在零的前面，这样不管怎么着，它都会不是乘以零。其实只有就是我把这个移下来，放到零的前面，哎呀，那也不行，我把这个加号在这就很尴尬啊，我就最起码得换两个数字我才可以。哎呀，他这个卡的太尴尬了，根本没有办法，把零创在这儿呢，我就把这个括号，那这里就少了一位啊，你只能放到加号后面嘛，那是不成立的。哎呀，怎么能这样？精明，精明，没办法，确实输了，输了。发条芯片已全部放置完毕，请在健康检测中心等待结果。老师，你最后怎么会放了一个加号啊？哦，留了一条，哦，留了一条，你看见没？哎，你看见没？我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谁是卧底？加号不应该是我去放的？他们俩？哈？
片，你藏在你家对吧？对，我。那里面看了半天，我是怎么改呀？差一步，就差一步，我就能改掉它。哇，好闪 ！Justin， 如果我不把数字改了，其实你前面就我就赢了，我就能改掉了。请全体玩家进入安全疏散区查看结果。算了，走吧。什么叫做姜是老的辣？对不对？下面公布游戏内测结果。哎呀，他这个卡的太尴尬了，根本没有办法。精明，精明，没办法了，确实输了，输了。喂喂，我是小迪。哎，小迪来电话了。好，你们听好，我已经想办法把安保部的人调离了公司，你们暂时安全。我刚刚得到消息，你们中已经有两名公司的新员工，他们一定会全力阻止你们通关游戏。我再重申一下游戏规则，你们每个人手上的芯片不可交换，每人每轮只能进入安全疏散区一次，每次只能放置一个芯片。如果手上没有芯片，本轮轮空。建议你们先集中讨论一下，商量好顺序后再依次进入。然后我现在来跟你们复述那个电话里面的内容，就是他已经把安保部调离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很安全。好，他说我们里面有两名新入职的同事，剩下两个双双都是恶。你有几个？这啥？五个是六个。我们是你伙的吧？有人呢？那不超了吗？没多少钱，你怎么问的？对，突然他就给我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有点懵，因为盖我手上前一秒我还在积极的帮好人在找一些选择文涛或者火树，因为他们是比较擅长这样机制对抗的这种游戏类型，就是如果是他们二位之一，我碰到谁我就发展谁。石凯不是淹的他二郎，石凯是淹的我们四个超人。对啊，就在你进去验他身份前一瞬间，我把他拉到队友了。如果他找到石凯，我们就没了。找的最少的。他说每个人就是自己去放自己找到的那一个啊，大家只能找放自己找到的呀。对，那你那个得给你。我找到几个？应该是两个还是一个？三个吧。好难打这个，狼人的生存空间好小，啊、又不能破坏这个事。这样吧，为了增加一下游戏可玩性，我们再加两条附加的规则，好吧？好。好，那就还一个第一个规则是，首先需要优先放没有出现的遇难符号。第二个呢是只能出现一个两位数，可以，好吧，没问题。那就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怎么决定谁先进谁后进，对吧？抽签，抽签肯定不行，抽签也太冒险了，肯定不行。不是，你不能投票吧？对。对啊，抽签啊，抽签吧。拿个笔，一二三四五六，直接一摸。拿个笔纸。好。对啊，这个别那啥了，给点生存空间，给点操作空间，得给一点，得给点。那不给那怎么玩啊？给点空间，他抽吧，抽吧。你是我。请各位玩家依次进入安全疏散区，按照规则放置发条芯片。随便放，你进去放家，我把厨放了。这样逼迫一些放那个尘，然后你们都不要放尘。OK， 对吧？有。
你进去放下，这样衣服一定放得出来。随便放一个吧，该第三个，谁第三个？括号括号，括第左括号放在最前面。没事，先把水星陈浩逼出来就可以了。再推这边。这个这帮人为什么要把家号放得这么远呢？那我只能放这儿是吧？我应该，是吧？那这样吧。你干嘛了刚才？胡老师让我放一。哦。你把那个厨剃了。那我把厨放哪？对，你把二放到那个七那个地方，再把七放到陈浩的前面。你想要做出一个很大的数字，重要的就是一直用乘法。二放到七那。七放到程浩前面，我进去放程嘛。他们肯定先构建一个大括号，括号里面是相辅相成，对吧？程，他想把两个程号放到括号里面，他们想把程号放框里面。最后呀，最后两步呀，括号里面三个数相乘就很大了。反正你知道我有啥，你就想一想，我会怎么用。就是我们就针对眼前的这些东西，把它去搞乱。来，先别放厨吧。好。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尽量让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括号的这个数值去做连乘的运算。放两个城里，这个城里我放一个城里，他们只能去改这两个，不能动其他的。不好，外面放一个城。他们不能把城里凭空的消除掉，他得放到别的位置上去。那只要存在，其实都对他们是不利的。陶陶想尽一切办法说能把这个能不让我们走就不让我们走。我们是一个熵增的过程，他们要去把这个变得有序就会非常的麻烦。那我随便放了，就放个二。对，二可以放个二啊，二放减啊，号后面吧。对，黄老师，出来了。好了，该我了。
I've been dreaming on in my head like I've seen it.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life with meaning. I'll do what I love till my heart stops beating. I'm feeding this demon. Got a taste, can't erase bitterness in my face. Work a job every day till your dreams fade. 我觉得还是自己没有考虑到位，给了对方阻止我们连成的机会。现在是我放的应该没毛病。七减零减零，乘乘二加一除以二，等于你是有啥呀？三四。我们还能放多少个数？我们还能放一二三四四，放四放这儿吧，四放这儿。乘号前面是吧？你们还有大的数字吗？我四，你就四，还有个八，有八还不错，八就最后放。你在乘后面放一个三吧。他们因为我们俩设的这个局，他们需要两步去解，除了解还要保证他们大于一千，就其实也没那么是一个这个，你自己看吧，自己看这个。啊，他这轮放完就没了，对吧？对，好，最后进去就一次了，最后我们两个去改变，我看做一个双位数出来，做不做得出来吗？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即使他们有两步棋可以走，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两步之内把整个情形挽救到一千分以上，所以当时对我们的挑战还比较大。你咋这么难受的表情？没什么，我就想了半天。你放哪儿了？你放哪儿了？啊？你放哪儿了？进去就知道了。开始不告诉了。那怎么玩？哎呀，那就到你了，你今天得记得出来。感觉根本不够啊，数字。我也感觉不太够。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要输了，我感觉。除一千现在有个除，哇，太难了。啊？哦，懂了，我把零放在，他把零拿出来，也不能把四放到这儿，他把我的零就算剔出来，放到这儿也没有意义，放到那儿也没有意义，所以这应该是最优解了吧，就是把零替换四，然后把四放到这儿吧。王老师怎么说？我进去了。你自己想办法吧。拿个纸笔，争取弄个两位数乘一下。拿个纸笔。徐凯的态度，勇气可嘉。我在想，制胜的条件变成这么苛刻的时候，到底怎样才能让它大于一千？天哪，我真狠呐！整个故事好酷啊，感觉。不是，最后一个石凯进去了得有20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石凯从来没有做这么久的算术题吧？石凯会不会晕在里面？再算一盘大棋。石凯是倒数第二个吗？对对啊，他是最后一个。哦，后来在那里坐了良久，发现其实能赢的几率几乎为零。来了，真狠呐、啊！你们俩，给你们，真太狠了。
怎么说？怎么说？你扭转局面了吗？不可能，根本赢不了，赢不了，赢不了。石凯，你计算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能赢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0%。0%。三种随便放。随便。下一年发的又是规则。下次密室自己搭吧。自己搭自己接。去皇子你开心就好。哎呀光荣败北。替换0。好除30。真好输了哦。放完了。发条芯片全部放置完毕，请全体玩家进入安全疏散区查看结果。要被抓了，感觉要被抓了。没事，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就永远留在这儿了。好，大家就好好工作了。大家都是同事了，来吧。就这几呢。没事，大家以后还是同事。哎呀，看出来了，你们就是想加入我们。对，我们还是觉得你们太好了。哟，看一下最后得分数字是64.73，64.73。好的，挺好。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游戏我没有玩好，当时觉得优势过于大，没有特别仔细的去想自己的整体策略。如果能够想清楚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逃生门开启失败。耶耶耶！当同事了，哈哈！不知道吧？我和文涛是卧底， yeah. 是卧底。这是卧底啊！队长，可恶啊！哎，让你们装到了，我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才会叛变。太年轻，你们太年轻。我要找电话，电话在哪？有人救我的，我没有电话了。完了，出不去了。就是可以换上公司的统一制服呀。